平姐，外面有人找你，一个女的。明府，明府，明府，是辛苦娘子了，快到家久等。明府，那日未能唱完曲儿，明府便睡了。先将腾宫诗集奉上，待日后一一唱给明府听。唱什么啊？什么日后？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娘子有信了。狄仁杰，他到底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？备马，是去锦腾宫。我也去，我去。腾宫可曾觉得夫人看起来有些奇怪呢？她额前的头发被剪短了。这是谁？是谁？不是我。我知道。明府，腾宫，明日一早我会登门送行。马蓉，不许出半点差池。慧英跟你说什么？哎，哎，慧英啊，我是我阿叔，你瞒着我，什么事儿你还瞒着我啊？回应，你若再不出现，我就见不到我了。不会的，今日你一定能够见得到我。齐平呢，也一并带走吗？内部相之物带走有何用？临走前一把火烧了就好。那齐平是腾宫与银莲夫人爱情的重演，烧了的，不是把腾宫与银莲夫人的爱情也一并烧掉了？你这些话有些刺耳。我与王妻的感情，天地可见。岂是一把火就能够烧掉的？别着急，容我将其瓶恢复原样。全当是送作腾宫的离别赠礼吧。
那杀妻图便是由特殊颜料绘制，一遇热水便会显现。我将那特殊颜料刮去，原来的画面便会显露出来。那日你将一碗热汤药泼于其上，便制造出了一幅触目惊心杀妻图。那日我疯癫之症发作，举止失控，不记得了。当真是犯了疯癫之症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说我是故意将汤药洒在七瓶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让七瓶变化，再外传鬼祟邪说，让疯癫之症发作，迷失心智，杀害一遍。唐公，这便是你的计划，杀害银莲夫人，得偿所愿，因疯癫之症杀人，大唐律令、明星、明义，便都站到你这一边。银莲是李汉所害，这是你明府断的案。我是说，找到李汉，便会真相大白，我可没要你杀人灭口。真是那李汉因报仇杀人，又何须大费周章让七平变化？我为何要杀银莲？我曾问过你，这七平是何人所做？无名画师而已，何必再问？非是画师无名，而是你不想告知我画师的名姓吗？图上画的可是银莲夫人。徐凯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这里有点乱。没事，挺好的。屏风画好了？啊，快好了。这是金榜题名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这屏风有名字吗？就叫四七屏吧。那七屏中的女子也是她，只是这男子可不是你，而是画师徐凯。照你这么说，与银莲厮守半生的该是这个徐凯。人呢？你杀了他。轻等，银莲府身中几世奇刀，巧合吗？不然，只是我一直也没有参透，直到我在青楼包房外的墙壁上发现了你用指甲刻下的七道划痕。你跟踪徐凯和银莲夫人私会一共七次，一次一道。好好看看我的指甲，有什么抓痕没有？指甲已经又长出来。可那日我在为你诊脉之时，确实看见了指甲的磨损，只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你说。你住口！没有证据就不要妄言。李仁杰，你构陷我唐凯无妨，若要污蔑银莲与他人通奸，我定不饶你。我一直百思不得解，我不明白一个男人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屈辱。直到我在银莲夫人的房中发现了你的诗作，旧山虽在不关身，且想长安过暮春，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。你说你在为夫人修改诗作，旧山虽有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见暮春，你把你的印记强加在了夫人的诗作上，企图占为己有。只可惜
你耗尽了心思，却越改越不如原作了。狄仁杰，你个民经科出身的末流读书人，也配评价我的诗作？狄某确实没有诗才，可也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。有人曾对我说过，就是男情女爱不过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惹记恨。这些情愫在滕公的诗中淋漓尽致，其媚然缠绵比之女子还要入木三分。可现在想来，不是滕公心思比女子细腻，而是这些诗作本就是女人所写。若非如此，滕公怎么会明知道旧情人与银莲夫人私会，却还能强自忍耐？只因你比其他人都更需要银莲夫人的诗稿。徐凯，就叫四七品吧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是我们的故事。狄仁杰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还记得你说过，那马鞭自军中之后便再没用过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，去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那鞭梢上的新鲜血迹又作何解释？敢把你的后背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指甲可以再长，鞭痕却是留下就留下。你每日以马鞭自吃，想要降服心魔，可终究还是忍不了啊。你先杀徐凯，然后再假以疯癫之症杀害林莲。你说我的疯癫之症是装的？在你的书房之中，我们发现了比曼子少量服用可使人呈现疯癫症之状，为了杀害银莲，你不惜一连服用十余日，坐实了你的疯癫之症。我若真要杀妻，何须如此？一开始你确实不想手染鲜血，所以你行贿私事，赎出了李汉。你的话越发不着边际了。我唐侃在蓬莱无人不识，若是去采石场赎人，那司事定能认出来。你把司事叫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。我什么时候提过采石场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那李汉在采石场服役？此事不难推断，你把司事叫过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就好。不必对质了，去采石场赎人的确实不是你，而是赖二娘子，银莲夫人的阿姊。她为何要这么做？这事你应该问她，不该来问我。各种缘由你清清楚楚。银莲夫人每每以回府探望二娘子的名头外出，此事管家可以作证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。这倒没有，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结怨颇深呢、啊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你若早知二人交恶，那么银莲夫人便是在撒谎了。你明知道赖二娘子深爱徐凯，而徐凯麻风病愈后又与银莲再续前缘，你利用了其恨心起，让他赎出李汉。若不是李汉这只拦路虎，你就成功了。
他知道你杀了徐凯之后毕生杀妻之意，只能一次次的潜入府中意图保护英莲。你知道他不敢报官，便顺理成章地利用他成功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你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自然想不到李翰因银莲而蒙冤入狱，却至死深爱银莲。断发便是凭证，这样的一个人万万不可能生出杀心。好一段爱恨纠葛的故事，感人肺腑啊。狄仁杰，你言之凿凿，是有将我治罪的证据了吗？我没有证据。李汉和徐凯皆已身亡，只凭着在你府中找到的比曼子，不足以给你定罪。黎明府，我曾敢在诗坛的证明，岂是你几句风言风语就能动摇分毫的？你如此构陷于我，现在你该考虑考虑你的后果了。想你也曾是凭借真才实学叱咤诗坛，怎会沦落至此？接连三人因你丧命，你心何安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给我进审判！啊！来，你猜，变成石头，石稿呢？我的石稿呢？在这儿呢。其他石稿呢？我其他石稿呢？在去往长安的路上，是我吩咐马蓉入德府来将他们都替换了。这些诗稿都是银莲夫人的笔体，是你还未来得及誊抄之作。你每日假装悼念，将自己锁在夫人房中，其实是在翻掌一座。我治不了你的杀人之罪，可你用银莲的诗作金鸡夺魁欺君之罪，照样难逃一死。成功，我今日不抓你，你走吧。可是你要记着，今日之后，你的一切虚名就是个笑话。
我在蓬莱掌事已久，多有违背律令的地方。狄仁杰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他说你输了，以后蓬莱县你管得的他来管，你管不得的也由他来管。这雨终于停了，可不是吗？红杉木做的。小时候在长安，有一户人家，千里迢迢从剑南道运了一棵，种在自家院子里，又高又绿，可老远就能看到。天地入长夜，生死两茫茫。第一次做，要是不趁手，我再改。做得很好，不必改了。谢过名字。왜 쓰러 가 있잖아. 내가 봐서 그랬어. 내가. 내가 이 배는 정말 무섭다고 말하지 않았나? 선원들이 모두 칼을 차고 있는 걸 보면 내가 도적들이네. 아니 알겠는데. 만약 하나 선원들이 내가 자네를 다니고 이 배에 탄 걸 알게 된다면 분명 자네 모가지를 베어버릴 것세. 아 버리자. 아 이거. 자. 이걸로 해결하시고, 어? 이걸 해결하시게! 兄弟，兄弟，请进！冯立德，
天闻禀大风师，意思是，我忘了。这是孝敬刘忠实。白凯，你们顾船主准备了不少好东西啊。刘忠实远道从京城来替金上采办，听说他还是皇后的亲信，咱得招呼好了。是是是，但是你们平时对本官吝啬得很吗？拿一些毛皮人参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意思是说笑了，你是掌管码头的市舶使，顾船主家的哪船货物进港敢忘记打点你？意思是啊。再者，我还听闻刘忠实此次来意不善，咱把他伺候好了，以后大家才有钱赚，是不是？也是，也是。怀英，官师，京城一别有一年多了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在悲欢亭外为你送行，亭外一片落花，真是令人惆怅。那个时候我便在想，何时何月，何年何地，才能与你重逢啊？我在这海域边地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你瘦了。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皇后当朝，很多官员不是被降职，就是被废除，我也不例外。我听说刑部有人陪着刘忠实来蓬莱，我当时就想，这要是你该多好！居然是我，本来想的陪刘忠实赴完晚宴再来找你，怎么在这里就碰到你了？我是来这儿赌一个叫顾梦斌的船东，因为一个小案子，我传唤了他三日，他都避而不见。顾梦斌，这么巧，今天晚上做东的就是他。顾船主到。阿兄，你看那边。顾家的阵仗也太大了。他是蓬莱最大的船主，这港口进进出出上百条船都是他的，他的船能开到倭国跟百济国呢。你们几个先去收拾一下。快，下车。意思是这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拿走啊？意思是今天晚上在刘忠实面前
绝对不能提黄金，尤其不能提百济金几个字。他们往帐里面运什么呢？看不见呀。肯定是什么宝贝。小民冒昧得知，忠始入宫侍候金上和皇后之前是在海边长大的，便斗胆将这宴席设在此处，愿忠始开怀一醉。听说顾船主心思缜密，看来本官的底细早已被你摸得一清二楚啊。小民不敢。忠始，下官在世博士，主管海外进来的货物。不知刘忠实此次来要采购点什么？那要看蓬莱有什么了。啊，都是些微薄之物，恐怕入不了金上和皇后的眼。下官请刘忠实先过目。我是个粗人，平生呢只好两样物事，一呢听个曲儿，二是黄金。忠实说笑了，蓬莱不产此物啊。但是歌妓顾船主已经为您准备好，就在外边，就在外边。等等，什么人啊？不长眼啊，狄明府不认的。小的有眼无珠，请明府恕罪。明府，之前就是这个叫白凯的衙人，我找顾船主，他从中百般阻挠。哎，一定是误会，小的怎敢？都站好了啊！别起了，别起，别起了。强天子。狄明府，禀刘忠实，蓬莱县令狄仁杰求见。这是世博使给刘忠实的接风宴，让他来作何？听说这狄仁杰和侯府郎是旧相识啊。回忠实，在下与狄仁杰确实有同窗之谊。我还听说连皇后都对他颇为赏识啊。是，不过在下看来，他生性好动，在京城赠贤不闻暗读，奉皇后之命在蓬莱施展拳脚。请狄明府。是。有请狄明府。下官狄仁杰见过刘忠实，侯府郎。意思是，世博使是五品官，比七品县令高啊。坐。
听说狄明府生性好动，这黑夜前来，不是为了蹭口酒吧？刘忠使自金城来，下官有失远迎，以示失礼。哎，不要说这些客套话，我是个粗人，想必狄明府是为了公事而来吧？侯府郎把你捧上了天，我倒是好奇了，哎，没见过县令断案，如果你有公事，就在这里办，让本官看看。下官从命。刘忠使，咱们还是先听个曲吧。进乐入。有劳曹娘子。此画中人叫王内德，据说是顾船主手下的一个衙人，负责转运海外货物。狄明府，我早就跟你派来的人说过，我手下没这个衙人。哎，娘子，给刘忠使弹一曲。怀里这面倒是很特别嘛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在下乔泰，请问娘子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玉素。听口音，저는백제국사람이에요。哦，安爷莫管闲事。我跟玉素娘子说话，与你何干？不巧。今晚这里的歌妓我们全包，有钱了不起啊！我看，跟班的了不起啊！你给我等着。数日前，衙门公差接到举报，说有间租铺逾期没有交租，经查。便是此画中人于数月前出海，原定上月返回，却迟迟未归。于是，本官便差人去找顾船主核实。啊，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忠实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陌刀。